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源。这一期萝卜实验室呢，咱们要介绍一种简单易用啊，十秒钟能让你享受到它用处的这么一个东西，而且呢，它对咱们自驾游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，而且还很性感。不卖关子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不是丝袜，你想多了。看这个形状没有，是不是像咱们车的车玻璃啊？其实呢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车载蚊帐，而这个东西的价格很便宜啊，几十块钱啊，二三十块钱就某宝就能买到。然后呢，分大中小三个号码啊。我开始其实买的是小号的，但是发现 Q7 的后玻璃啊，照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在自驾游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。就比如说啊，咱们正好这期节目应该是在十一之前，大家可以去某宝上搜一搜，买一买，在十一的时候正好收到这个东西来使用一下。比如说你想象一个画面啊，非常美的风景，蓝蓝的天空，潺潺的流水啊，你握着你女朋友的手啊，在后座上打开窗户，这小风一透哈，但是窗户打开了，蚊子呀、苍蝇啊、虫子呀、蜘蛛啊也会跑到你的车里，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影响情绪了。而且如果你要有孩子的话，坐在这里简单的午睡一下，也可能会蚊子去叮它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啊非常有用。那今天呢，咱们来试试到底效果有多好呢？我觉得做实验我自己做没意思。来，这是我们摄像老师啊，这是刘畅，可能第一次见啊，这小姑娘长多好看啊。然后呢，咱俩这样，蔡丁河，谁要是赢了的话呢，谁就坐在有蚊帐的车里，开着窗户，舒舒服服的睡半个小时。咱们的实验时间半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半个小时啊。如果要是输了的话，就开开窗户，没有蚊帐，好吧？还是三十分钟。来，蔡丁河啊，我没有商量好啊，您来盯着我们俩啊，一局胜啊，蔡丁河。那行，那我呢就正经的来。再有蚊帐的车里边待半个小时，那你就只能没有蚊帐了啊！我啊，到时候给你抹绿药膏啊！实验开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刘畅友叮一身包了啊！那咱们速战速决，跟大家说一下这东西使用方法。其实不用说啊，很简单，像一个菜刀似的这样的形状，按照咱们车门的大概的一个位置往上一放就可以了啊！你即使啊。关上门也没事啊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而且呢，他还送了一个类似于这叫魔术贴，贴在这里的啊。这个我就没贴，因为咱今天也不动。安好之后呢，玻璃升下来，风呢就透过来了，但是呢，蚊子、苍蝇是进不来的。那咱们实验开始了，哈哈，叮包吧，刘畅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已经坐在后排上了，然后相对来说，除了蚊子什么的进不来之外。还是比较防晒的，这点都挺好，只不过可能今天北京有点没什么风，可能没有特别凉快的风，所以车里边会比较热，但是起码没有蚊子啊，也要比刘畅强上很多。那咱们现在有半个小时啊，开始是计时了已经，那半个小时咱干点啥，睡个觉，玩玩手机啊都行。其实呢，想跟大家叨叨两句，这 Q7 当年这个车同事买的08年09年的这个 Q7 是六座商务版本，其实真的现在看看这六座商务版本，它可用性或者说它的性价比并不是那么的高，因为中间就少了一个座，后面那俩座又不舒服又硬，你基本上都是合上当后备箱的这么一个状态，但是后备箱呢又没有隐私的那个遮盖，没有那个盖的话呢，很多东西又不能放在上头，那后边基本就浪费了。那我同事还有一次跟我说，他有一次去打包饭菜，后来呢忘了拿回家了，第二天那味儿顺着这儿哗全窜回来了。你要说是三厢车也行，它有一个后排座的靠背还能挡上点，其实这六座商务版本现在看性价比真的不是特别的高，130多万的当时这车。那行，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刘畅激动吗？还好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计时了啊，那我睡一觉吧，玩玩手机，一会儿见。啊，已经半个小时了啊，身上一个包都没有，这要是在以前真的去自驾游的时候，真的你就几乎不可能，肯定会身上有一个包的，还真是挺舒服的。刘畅该你了啊，我刚才已经做梦梦见你浑身是包了。来，我把这个拆了。Hello， 现在啊，你的左手边是没有蚊帐的，对吧？嗯，对。这边呢依旧没有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好嘞，计时半个小时。好嘞好嘞。你现在身上有包吗？
我现在身上啊一个包都没有。OK， 我期待着蚊子呀叮我一个。嗯，开始。好。我操！现在啊已经叮了我一个，算是不知道是蚊子还是什么叮的。怎么样？现在几个包了？现在已经到了29分钟了，马上30分钟了。怎么说呢？进来10分钟就订了一个包，然后呢，现在应该是……好，你不用说了啊，全是包。嗯，还有不停的有虫子落往我脸上落，小腻虫，嗯，臭大姐什么的。行，非常好，看来你比较吸引臭大姐。好吧，啊 ，OK， 实验结束，实验结束，来，辛苦了啊。给我抹了药膏。谁让你出包子的？谁让你出包子的？那咱们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啊，这个实验也基本上做完了。我身上呢是一个包都没有，还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。刘畅同志呢，他身上两三个包啊，而且苍蝇啊、腻虫啊、臭大姐啊都找他。那其实可能是人品问题了。那看来这东西啊，实验过后还是挺有效果的。后来我刚才也想了一下，这东西虽然不贵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那种特别特别宽大啊，或者是大号的丝袜，其实也能用这个东西。那趁着十一长假，咱们买一个这个，好带家人一块出去玩。吃着小分多好啊！那咱们这期实验室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